观众朋友们，午安！感谢您准时收看《新闻大白话》，我是主持人翟轩。马上来欢迎一下，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：立伟、费宏泰，大家好；时事评论员罗旺哲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；资深媒体人陈慧文，大家平安。好，今天北北基友、哦、是因为台风天放假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要来插播一下刚刚。 最新哦，呃，突发的一个意外状况哦，就是中科院的九棚基地发生了重大的意外。那这个余料销毁不明的原因闪然造成了四人受伤，其中两人哦是百分之八十五跟百分之五十的烧烫伤哦。那它是位于横春半岛的东南云山区。那平常飞弹涉及的任务是十分神秘的，但是稍早之前，这四名人员严重烧烫伤是紧急送医、哦，有其中张姓伤者烧烫伤的面积甚至。 是高达了百分之八十五，情况十分的危急。那这个情形发生之后呢？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就讲说，这个蔡英文指示啊，全力协助救治的事宜，然后务必给予最完整的医疗照顾哦。就在这样的台风天，竟然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的突发状况哦。那刚刚我们也有收到这个我们的来宾，这个厉正杰，这个前战争学院战略教官哦，他的一个分析啊，他是说这个酒棚意外的发生，他说以他处理过。 呃，数千吨废弹的经验，他判断是这个作业纪律出了一个问题。比方说，处理发射的火药 SOP 的程序应该要严格遵守。那这些检查作业的人员是不是有携带打火机啊、易燃物品？还有周边不能够有电器设备跟车辆哦、喔。这些人员必须要先做好消除静电的一些措施哦、喔。他他的推断是这个样子。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，因为今天其实灾情非常的呃多啦，陆陆续续都传出来，这个卡努莱。 有现在目前暴风圈呢，现在看起来呃，预估深夜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，明天清晨这个本岛才有机会脱离暴暴风圈哦，所以它整个是路径是这样子过来之后，然后明天才又这样子拐弯离开哦，所以包含了今天下半天到明天上半天，其实风雨都还是会有明显的感觉。那我们看到像士林、新店、新庄都有传出这个路树还有硬架倒塌的一些灾情传出，气象局有讲。 说大概今天下午会傍晚呢，呃，会解除这个海上警报。明天清晨可能会解除陆上警报。那风雨应该会逐渐的趋缓啦。依照目前这个潜势预测图来看的话，它大概路径还是会这样走，但是也很难说啊，因为它之前也是突然就是用归宿的方式这样滞留了一阵子哦。那所以我们来看看，今天大家也很关注哦，就是明天到底这个双北有没有再放第二天台风假的可能性？那大概今天晚。 晚上的八点钟，双北会进行相关的宣布，但是桃园，啊、呃，今天没有放台风假是被骂翻了。我们看到张善镇的维基百科都被人家改名啊，叫做张善变哦，当然是有一点呃酸的意思啦。他是讲说呢，呃，其实，在八月二号中午的时候。 呃，宣布原则跟北北基同步宣布，可是到了晚上的八点钟，呃，桃园先宣布正常上班课，但是北北基是突然宣布停班停课，所以他就被酸是张善变啊，在脸书上面短短三分钟也涌入了千名网友按。 怒的表情哦，还有五百则的留言，然后人家讲说，哎，你说好的同步呢，怎么没有同步了嘞？我们不是同一个生活圈吗？所以就开始在嘲讽张善政哦。但是张善政讲说，他的确是根据这个气象预报，他说桃园不管是风雨哦，距离放假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哦，所以这个时候不应该这样子跟进哦。所以也有网友替他打抱不平啊。 就说不懂不放台风假有什么好出征的呢？就是没有达到标准呐、啊。那么爱放干脆就是辞职哦。他说这个张善政真,真的是有够衰的，反正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声音啦。但是我们来对比对比哦，以前赖清德哦，就是在呃大家都在放台风假的时候，唯独就台中以南全部都停班课，只有台南不上班不上呃。 台南上班上课，就是二零一二年的四月份的时候，这个天平台风哦，所以当时人家就讲说啊，果然这那天台南的风雨就不大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封他为赖神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标准的话，其实每个各县市首长他有自己的评断标准嘛，那难道这样子就要造神，或者是难道这个样子就要被改为基百科吗？那再来，民进党哦，现在也要开始这个放大镜检视侯友谊哦，因为侯友谊带着这个防灾背心哦，就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张画面哦。 他是因为这样子带着防灾背心，用视讯的方式来关注现在目前新北的灾情啊。马上绿营就跳出来说：“哎呀，代表你早知道有台风哦，也不顾新北啊，还要带着红背心去日本哦。然后知道台风会影响北部啊，现在你选总统大于一切，哪个市长就就应该要坐镇啊，你怎么可以跑去日本哦？”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替这个侯友谊讲一句这個、公道话。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，侯友谊有出过一本书，叫做《红背心的征途》，它上面这个书腰。 这边讲的揭露的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只要他在新北市长一天，他就会把。 防灾小红带在身边哦，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习惯。那这个绿营的人可能并不了解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，所以你以为每个绿营的人都喜欢淋雨作秀，或是所有人都跟你们绿营一样那么爱淋雨作秀吗？所以不要用你们自己习惯做的事情去看待别人哦。那你看这个蔡英文，哎，看在的时候大家云报或者是呃陈菊台风夜还跟这个朋友庆生欢唱哦，以及这个赖赖神还请这个批评。 他的人去当上帝哦，反正呢。 标准都是呃，这个民进党在定了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台风政治学。现在这个当然侯团队啊是绷紧神经，搭着红眼班机要赶快赶回来，因为原本这个新加坡参加这个防灾交流活动，这个新北消防局局长哦也改了机票，赶快搭了这个红眼班机回来。那侯友谊返国的第一时间呢，也是赶紧去到市府来开防灾会议哦。在日本期间也是赶紧指示这个副市长要加强巡视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委员。 我想刚才呃主持人提到这个台风政治学啊，对地方首长确实是一大考验啊、呃，对上上班族大家都希望最好都不要上班，对做老板的人从老板的心啊态度来讲，我要发工资又没有收入，当然我希望符合标准的状况我就要需要上班哈，这个呃，但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生活圈的问题。 我们知道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，哈，从呃台北啊、下台北呃、啊、新北市的角度来看，尤其它滨海的地方，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呃的的,的标准。但台北市是卡在中间，我想多多少少跟我要必须跟啊台北啊啊新北市啊这个同呃、啊、同一个步伐。那基隆呢？呃。 当然靠海边，它影响也相对的比较直接。但对桃园而言，亮我不是在帮张啊张善正讲话，胖到了我的标准就是要上班上课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难道说我，我我就是哎，我要啊啊，我就不管了，啊，通通放下。但是张善正的团队啊，应该考量另外一件事情，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生活圈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住在台北新北的，呃，台北新北的人。 我要到桃园去上班，到底去还是不去？嗯，住在桃园的人在台北、跟新北、跟基隆，OK，他可以不要来，对，因为台北、北北基不要上班，你住桃园来当然不要上班。但是住北北基，我要带桃园，要不要去上班？ 我我我照理说管制啊，台北、北京希望大家不要出门，不上班就是不要出门哈。这个这个时候，从这一次的这个经验里面，我倒是建议下一次哈，啊,啊，桃园或者是北北机这边啊，步调一致。如果说我们协调一下，符合我刚才讲说住在北北的人带桃园上班，我们协协调通通规定就是不上班。 那这样子啊，我想大家也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、啊。总之，从教呃，从呃没任何的一个事件里面啊，我们去了解一些事情，日后、啊、多把一些这种状况哈，状况一、状况二，通通把它考量起来，我相信民怨就会比较少。当然，我是觉得了哈、啊，这个针对从桃园市长张善的角度来看。 啊，呃、他并不是一个酷吏啊，他不是一个酷吏，他考量说，我桃园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我不上班的话，好像也不对哈、啊。但是建议啊，桃园的我们张张市长啊的旁边的幕僚啊，日后会考量到生活圈的这个问题。嗯，好，我们来请教辉文哥。呃，这个北北基还有宜兰是停班停课哈，那所有的观众朋友自己判断，譬如说我们就讲台北市。 台北市今天放假放的对吗？住在台北市的朋友，你觉得放的对不对？摸着自己良心讲话，不要在那边瞎掰什么放台风假。嗯、你你觉得放的对不对啦？刚刚看新闻台有做说 KTV 大爆嘛你？你你觉得对不对就好了嘛？<laughs> 那你你自己觉得对不对？那我我我觉得我们不要跟民粹低头。好、喔，真真的是我我看到这个这这每次都在讨论台风假，实在是很很很糟糕了哈、喔。这个是台北市长蒋万安。 罗旺泽，哲这待会换你讲好了，我我先讲一下，哎，我我讲完让你来平衡一下好了哈、喔。<laughs> 这个宣布停班停课了哈、喔，然后就有这种无知的网友说这是地表最帅的市长，可见是无知的哈、喔。然后今天记者问说，哎，讲完问蒋万说，蒋万跟张三正谁比较帅？蒋万的回答是都很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费宏泰、罗旺哲跟陈辉文都很帅，这我我是一点都不帅了哈、喔，他们他们两个比较帅哈。 然后就刚在轩讲的宣布停班就，就昨天晚上 KTV 就爆满了，定位就爆满了。那停班不能上班唱歌，但是可以去唱 KTV，这这是这是什么世界？我请问大家，这个是这很、个、很好笑。刚刚讲到张三这，你说我刚刚抓的哦，你看才多少人？观众朋友，按这个的哈，按这个表情符号的三万二啦，留言的两万四。但这个留言是可以重复留言，他是不会锁你 IP，你可以重复留言。我就算你两万四好了。 全国只有两万四千人哦、喔，就没有嘛，所以可见这种无知的人是少数的。哎，我跑去骂张善政什么的，你你骂他干嘛呢？他他哪里错了呢？那刚刚翟轩，我们有个问题没讨论，那明天要不要放？明天要不要放假？现在很多人讲哦，明天再放一天，好棒啊！今天气象局已经被问了，明天再放一天，连放两天了。那你你赚到的什么？我们费宏泰委员是财经的专家。 你一天不上班，全国的 GDP 总体经济损失多少？几百亿、几千亿呀、啊！那老百姓无所谓啊，我一个月才我领领三四万，我我赚到一天假，我我小确幸啊。你的公司呢？你的公司，你的老板损失多少？你不管啊，你没有在管这种事情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就 KTV 抢到位置的好高兴哦，今天我打一天的电动，追一天的剧，好高兴。你在高兴什么？ 那我请问你，日本南韩大陆为什么不用放台风假？日本南韩大陆的人比较贱，他们的命比较贱，他们他们台风一样要去上班。我我们不行，所以我刚就问嘛，你说台北市今天放的对不对？啊，刚刚费委人讲说新北市对，因为新北市福员太大了，好，新北市有有山区有海边什么的，你应该是要因地制宜嘛，又不是每个新北市都住在海边，每个都住在海边，那大家都放假好了，不是嘛？所以放错了怎么办？ 我我翟轩，我自己挖洞。我我觉得台北市是今天放错了、啊呃，准备换你的了哈、啊。那那蒋万总，蒋蒋万帅在哪里？当好人谁？我我想观众会，你你选我当台北市长哈、哦，只要有台风我就放假，而且我一次放三天。好,好，拜拜托拜托大家投给我，<laughs> 好不好？你搞机器，我只要一，只要海上警报我就放三天。这这个这样子怎么会国家哪里会有竞争力呢？我们国家很快就倒了。嗯。 哦，唯一支持辉文哥，对，文文哥最帅。我觉得哦，今天然台风天，但是还是很多人必须要冒着台风去上班，像我们很多新闻从业人员，台风天基本上都没放假。那很多保全的人员，哦，大楼保全或是各各个地的保全人，他们也是也也是必须要去上上班上。可那我觉得未来政府能不能针对台风假出勤的这些人员，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福利，或者是说更更好一些保障，这才是我们现在要最关心的一个重点。那我觉得。 的的确啊，今天大台北地区哦，这个风雨的确没有像过去几波来的这么大。那对民很多民众来说，他可能要从新北来到台北工作，或者说从台北到桃园去工作，这这些往返动程当中，可能会因为台风的一个关系，会导致他可能运输上面哈，他搭车上面可能会受到延误。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列入个考量的范围里面。那其实坦白讲，张镇正今今天为什么被处名？其实很重要的关键点是，他昨天下午出席活动的时候，他说如果北北机宣布的话。 桃园应该会跟进，引你跟进。好，结果这句话呢就被媒体下标出来，哦，就说哎、欸，北北基如果放假放台风假的话，桃园会跟进。结果到晚上的时候，北北基宣布说，哎，桃园没有跟进。结果马上就后来，民众就就北送嘛當，但然,當然会有这种情绪在，这是可以理解。那我觉得其实张德正,正现在最重要做一件事情哦，其实他早上有出席一个市政活动，我觉得这个市政活动应该取消，他应该马上去看，哎，桃园哪些蓄水池或是防洪池，赶快去赶快去做好准备。 这个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，因为你过去都已经过去了嘛。那的确，今天看起来桃园也是没有什么灾情的传出，顶多就是下下雨，然后加加几个风势而已。那我觉得张先镇现在应该赶快把这个桃园市的这个这些防灾防洪的，赶快做些盘点，然后做呃赶快把这些东西弄好之后，你给民众看说，哎、欸，我不是只有没有放假而已，我还有做好其他准备。这个我觉得对张镇镇来说，他危机处理才是比较重要的那再談。那在台湾谈到那个 KTV 的事情，其实很多昨天很多观众朋友说，哎、欸。 这个台北大台北地区已经订不到 K T V 了，不然我们去桃园订好，<laughs> 因为桃园没有放假，没有放假嘛，我们去、欸、搭个机捷到桃园。<laughs> 桃园的人在上班，所以我们去桃园。<laughs> 对对对，很多人说，我去桃园订包厢去看电影嘛，的的确变变成这样的情况。不过这也反映什么？反映说目前北北基桃的确是个大生活圈的概念。哦、那我觉得未来如果大家要同步，当然是一致性会比较好一点，大家也會比较方便。但是能不能不要哦，像像有可能会错放的一个情况，因为过去赖清德也。 也也放也放错过啊，半天。对，这这种最最怕就是你突然放到一一半天突然放，那那是最糟糕的事情。我今天如果大家上班三点半，所以呃下午两点开始宣布停班停课，哇，这个第一个家长要接小孩就是就就是个大问题。嗯、再就是说你工作上，哎、欸，你已经无心在工作，那你今天来干嘛？你干嘛还冒着生命危险来？你就上班的时候一在期待说，哎、欸，待会会放假，待会,會放假，就果、欸、真的放了，那交通也会大乱，然后整个。 这个这个接待呀、啊，什么都会大乱，所以赖新德之前做过这个东西，被封赖半天。那我觉得上个礼拜哦，陈其迈跟黄伟哲他们不是说早上突然临时宣布要说放假吗？这个也会造成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民众起来的时候，不是每个人都突然会看新闻、看手机，他看到一半说，哎，到公司去搭搭公司的时候，还看现在跑马说，哎，原来今天停班停课，那我今天早上五六点早上起起来出门干嘛？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天哦，这个的确前一天早上八点宣布是对的，但是。 要考虑到生活圈的问题，在生活圈如果没有顾虑好啊，可能就会像这次一样直接躺炸。嗯，对，对，因为这你你你都没有讲到蒋万安啊。呃，蒋万的我等了很久了。你蒋万安没有霍文哥帅啊？霍文哥当然是最帅。蒋万安呃，对，他是放错了。蒋万哪里帅？对不对？他是不是放错价了？我觉得我、啊、这个价放错放对哈、啊。各个地方的县市政府啊，都是根据中央气报局的预测。嗯，对。首先，我们要相信这个预测是对的。 如果你相如果说你认为说啊可能不会来，所以我就不放假。如果说昨天讲说可能我台北是不会来不放假，哇，假说你是预测了谁？万一进来呢？嗯，万一进来的话，而且发生了人员的伤亡的时候，这个政治责任啊啊，这个会良心是不安的。所以基本上地方政府都是根据中央气象局。 他的预测，他预测的路线哦，明天会影响到我的我的呃，我的我的我的区域里面，这个时候他宁愿采取比较宽的一个估量。嗯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州忙回来。